我们是现场医疗保障组，主要负责现场的医疗保障。今天我们带了一些日常的疾病用药，还有外科急诊箱，还有一些急诊设备，这是除碳仪。因为根据气象部门的提示，今天的气温比较高，我们也专门带了一些配备了防暑降温的用药，这些是防暑降温用药。哇塞，都有什么？就风油精，藿香正气水、清凉油、十滴水，等，就是为了就是防止预防。我们的现场医疗组是到今天晚上10:30，我们的医疗点的人员都穿着红马甲，然后呢，提前咱们在几次演练的过程中，咱们这些现场的志愿者、安保人员都知道我们这医疗点的分布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医疗点就医。咱们的台上也有医疗观察员，如果有突发情况，我们也可以，根据现场的情况，去开展救治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